够让他们回到野外，快乐是一半，那另外一半也是会担心说，哎，他放这边，他真的是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吗？还有没有再遇到其他的问题，是我们考虑不够的？做野生动物救伤的，最希望的就是没有动物需要救伤。那你就失业。没关系，至少动物是安全的。